你定真忝啊吼！你先好好困啊。我不要紧啊，底下是肯回去。无喏，我爱看你困去才离开啦。明珠，看你安尼点点忍受，搁较我感觉真对不起你。我到底是要哪做，才当让爸母接受你？我一定要想办法。你搁知影通转来？哎呀，明珠，甘愿帮你走啊？卡桑，我甲明珠是真心真意在交往的。伊做咱赵家的新妇，无啥无好的所在。不管你安怎阻挡，我一定要娶伊。我问你啦，伊是倒一项，予人讲会出嘴，甲人会比的？你讲看卖。若是明珠做了无好的所在，卡桑，请你甲我讲，阮会做伙拍拼，尽量做甲予你满意。伊学历无悬，家世歹，佮无爸无母呢。啊，这种歹命底的查某囡仔，你敢真正认为伊配起咱赵家的身份地位啊？人的命运是靠家己拼出来的。我较好命，出世做你的后生，才有卡上你讲的身份地位。啊，不过这对我来讲无啥物了不起的，顶多是明珠。伊自细汉就足坚强的，爸母过身了后，伊毋但担起照顾小弟的责任，伊搁家己趁钱、读册，摕着助产士的执照。我毋但爱伊啦，我搁较钦佩伊。哎，本底就歹命底啦，这款人无靠家己是要靠谁啊？安尼就台咧人钦佩，全台湾的人你钦佩会了啊？伊搁安那拼吼，那只是一个三宝啦。三宝安那？三宝有啥无好诶？真侪医生嘛是娶护士做某啊，真侪先生娘本身学历嘛是无悬啊。只要两个人做伙，会当互相尊重、互相依赖，学历敢有这么重要？什么叫互相依赖？伊有比我较爱你哦、喔！哎呀，总讲一句啦，这个查某囡仔我无介意啦，我看到伊就气啊！卡桑，那安尼就是你对明珠阁无啥了解啊？只要你愿意给伊机会，你会看到伊的好，伊的认真，伊的善良，伊愿意帮助别人。我只是希望卡桑你。卖对明珠遐尼侪偏见，好无？我是当时阁对伊有偏见啊！伊安尼，趁我咧破病的时阵，唔敢来甲你高高甜，啊，家己设一个较有诶啦，即摆才甲伊抓条条。啥物我有偏见？伊用心机是你无看到。卡啥？卡啥？是安那？你倒一杯水。莫卡袂着起性地，啊是可能完成啦。问你老生啦，啊几啊期拢无转来哦，原来就是走去甲迄个袂见笑的查某斗阵啊。明珠毋是啥物会见笑的查某啦，伊受重伤，带伊动手术，我只是去甲伊照顾尔。你都毋顾恁卡上发病的危险，硬要去看个明珠来了，恁卡上受起心。即摆心肝底感觉我这个卡上。卡上。你安尼讲无公平啊！伊破病带伊的时阵，我目瞪你的身躯比陪你啊！人有伫的，心无伫的，敢有路用？
好啊，我有啥物代志哦，明仔再搁讲啊，先休困。 卡桑家的明明就只是控制类安定剂，不是身体有出状况，是安怎讲到这么严重啊？一直用这波来反对我甲明珠。卡桑，我回来啊！哦，真欢喜，捡到钱哦，是赚到，比钱搁较有价值的。嗯，卡桑，你坐。 看到啥物啊？哈！你看，曾太太吼、哦、送我一对珍珠鱼钩，是因小妹哦为日本炸回来的。嗯。哦，这手工真油呢，看起来品质真好哦。嘿啊，细粒的吼、哦，较袂老款啊。 哦，是大人讲啊，讲若郑宇康吼，后世人都无法度去做查甫人啊，啊，所以卡上就无替你做主啊。那想袂到，你着家己走去做。诶，后世人，伊有缘是查某人哦，查某人嘛无啥物无好啊。而且查某人嘛是有分哦，有诶吼，就是查某囡仔命啦。啊，若我吼是富贵好命短，出事吼，就是要做好嫁来妇女命。唉，对啦，妇女，你着耳仔吼，遮尔大大本来着是足福相诶。是讲你安尼想嘛是对啦，家己想着诶幸福吼，着绝对幸福。嗯，无得看吼，等到热天，我着真正要幸福，要幸福。想啥物好消息了？是讲，你迄个查甫朋友毕业了后，有按啥物娶你啊？应该无遮紧啦，啊，毋过可能先订婚啦。订婚嘛好啊，诶，查甫囡仔吼毕业了后，着是爱去做兵啊。啊，替我
嫁这个翁，啊，因翁吼是家小命命啦，啊，连因大家吼嘛是家当作是亲生查某囝安尼疼惜，头体又搁生查甫的，真正有够好运的呢。啊，伊这么幸福，搁把这对耳钩送予我，就亲像是要把幸福传予我同款。对啊，你就一个人欢喜就好啊。啊，交一个查甫朋友，啊，将来毋捌带转来厝内底，互大家欢喜一下，对不？啊，卡萨，啊，这好代志吼，就是要用心等待。我忝几工啊，先去睏一下，啊，后半暝哦，再来甲你交班啊。特别讲到伊个查甫朋友的相片，到底是啥物原因呢？欧巴。